加料。静雯，非我心先，应该忘记。啊，不过今仔日等到是一个新鲜的面孔。哎，包盖小姐，刘大，米娅，八零会馆的头家娘，米娅，这位就是盛发集团的董事长周胜强，周大。你好。就董事长这有名的，今仔日也当看到本人，我嘛足欢喜。原来你有那捌听过周大呀？盛发集团在台湾就有名的建设公司，搁较免讲，最近三方合作案新闻这么大，我当然有听过。周董的啊，以前想要加入八零会馆做会员，所以必须要征求米娅你这头家娘的同意。多谢周董所长，这么想要加入八零会馆。啊，不过我这个小所在会当照顾的贵宾有限，而且今麦会员嘛已经满，必须要有人退出，才能加入新的会员。就当所长，真歹势。你啊，就当是一个真好的人客，伊甲我爸也够我拢真熟啦。我咧想恁店的应该是无差几只会员啦，哈。金木社长，我就是给你跟总裁民主开这个例，安尼以后在其他贵宾面头前会真歹做啦。金木社长，不要紧啦，既然米娅小姐讲无方便，阿你莫勉强。郭总裁，跟你交流。真是你，你当我鬼啊？现在我比你的八年前够靠有耐心。面红红声烫烫，一声一句，好情话亲像蜜糖。爱满满无地藏，幸福若蜜得稳，一生一世咱做伴无算。真心也无休困，真爱也毋免问。一点一滴，兄弟。你妈妈的病啊，动手术是唯一的办法。只要去东南亚走一转，替我挂一挂回转来。虽然讲有淡薄风险，不过你妈妈的手术费就拢我。静雯，
我就跟你分手。你别跟我讲算笑。我不是跟你讲算笑，我是真正要跟你分手。今天是咱最后一次见面，以后咱别再联络啊。阿哥，你上好永远甲我放袂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分手？是不是我做不对什么大事啊？这跟你一点么关系都无。对，还是你爱着别人。无这种大事，你莫有朋友。啊，你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咱的感情一定拢足好的啊！而且你不是讲你要娶我？那是我一时跟你讲耍笑，你哪会当作真的啊？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，你绝对无可能跟我讲算笑。我知影，你是真心爱我，你莫跟我骗。你什么拢唔知影？你莫阁骗你家己啊！我早就想要跟你分手啊！信哥，你放手，放手！只要你跟我讲分手的原因，只要你看我的目睭，跟我讲你已经无爱我，我就马上放手。我总共一句，对这把开始，我跟你已经不是情人了。静雯，最近好。我一挂话想要跟你讲，唔知你敢愿意跟我见面？后来，你敢有收到我寄予你的信？你迄天无来，我当然有去。甲你分手了后，我逐天拢想要看到你。只是天公伯甲我讲一个算账。你一定嘛唔知影，我吃后恢复健康了后，头一件代志就是回去找你。只不过你身躯边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啊。说啥去？拢已经二十八年前的代志啊。不管你有来还是无来，过到安怎？啊！你来这时阵回来，我廖春讲你会伫个江小姐遐。妹妹，其实自从我想起来，我就是陈正辉。知影阿尤等我等了二十八年，吃了真侪苦了后，我的心真正足痛苦，我嘛足着急的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我拢是故意来逼你，希望你会当讲实话。啊，不过这二十八年来，你为我付出，得过咱所有一切，我是永远记在我的心肝内。是的，这段时间害你伤心艰苦，我希望讲你能原谅我。明明是我一直在骗你，你说要我原谅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做善良、做温柔的人，所以我唔才会相信你，相信你讲我爱。咱们才做了二十八年红阿婆，妹妹，我真正足感谢你，你唔拿救我的命，阁予我这么侪温柔，也阁有这么珍贵的爱。不过确实，伤害你是我上无想要做的代志。杨姐，
会记你较早心情无好的时阵，拢家去海边看海。啊，无我飞来海边行行，好吧？杨姐，你这么温柔，我干哪会搁较爱你？安尼我是免得跟你幸福讲小姐。唔免啦，其实我有代志要出去一撮，我有时间要到啊，我先来走。台湾是杨姐的故乡，也唔知伊伫做陈正辉的时阵，伫咧台湾拢爱食啥，像这款的小吃。伊以前干嘛常常吃？奈美小姐，港小姐，你哪在这？金辉无去找你。你若是想要知影哦，金辉爱食啥物台湾味，啊，我买的这哦，拢是足介意食的，你食看麦。看嘛，是甜的，我料这个是甜的。幸亏哦，就介意食这块甜甜、搁咸咸的物件，就参像白醋凉面同款啊。我嘛是介意做会了哦，连我煮菜口味拢改变啊。现在都关系哦，是较低的。当年我是伫唔知影状况，当中失去正规，我嘛一直相信，伊对我的爱袂改变。我只安尼戆戆啊等，等伊伫只变伊。要唔过，你即马是亲手啊，甲你所爱的人送出去，所以你即马的艰苦，我会当了解。杨小姐，我所来要讲的话，可能较歹听，也毋过请你先原谅。若是搁重来一摆，我知影杨姐最后嘛是会当在你的身躯边。当当年，我赶快来救杨姐，我赶快来选择家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所以你嘛无需要同情我，这是我偷来缘分，我应该付出代价，我甘愿受。虽然你一定讲你偷走我甲志辉的缘分，也毋过我做有一种感觉，无的确，你甲志辉原本就有这28年的缘分，嘛无的确，这都是天公伯安排。唐小姐，你敢知影，朋友之间有一种足珍贵的所在？就是人的记性哦，其实无遐尼啊好，有足侪记忆，无讲足完整的。啊，这个时阵哦，朋友就会当互相斗相共啊。啊，一件代志，我会记得一寡，啊，你嘛记得一寡。你咱做伙讲起这件代志的时阵，迄个记忆哦，就会当完整啊。就参像，即摆我甲你同款啊，我甲你拢知影一部分。对方唔知影智慧也是杨姐，所以我若是想要了解完整的智慧，就需要请你甲我斗相共啊。你即卖意思是，你愿意甲我做朋友？你敢愿意？江小姐。我不知道你是这么好的人，我当然也愿意。那安尼以后，你伫台湾有啥物代志唔知影，你就当找我。江小，不是，屁哟，多谢你。英姐。